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672面，672面，第三行最后一个字，看起。如制度论云，这是大制度论上说的。如佛说，妄语有10种罪，何等为十？第一个口气臭，注意请坐啊，请坐。这个口臭，很多人都有。说明什么呢？说明他妄语。也就是说，妄语两舌起于恶口，这是很容易犯的。那么一般人总以为口臭啊，是肠胃有病才会引起口臭。没有想到真正的业因呢，不怪肠胃，是自己造的口业。口业的果报啊，头一条是最普遍的，最普通的。那我们自己有没有呢？有。但是自己习惯了，不知道。跟别人在一起，我们喘气、谈话，别人都闻到。闻到也不好意思说，但是可以能看得出来，他距离你远远的。没有真正的必要啊，他不跟你亲近。我在年轻的时候，十几岁的时候没有，20几岁有。我学佛讲经是33岁开始，那个时候有。有一个老居士，很难得。他告诉我，因为他是我讲经啊，每一天都来听。好像讲到第3年，第3年我差不多应该是35、36岁的样子。他就告诉我，他说：“法师，你现在讲经啊有功德了。”我说：“何以见得呢？”他说：“你最初讲经的时候，口臭很难闻。”他说：“现在这3年过去了，你的口臭没有了。”他说：“从这个地方呢，证明你讲经有了一点功德了。”他说：“我们自己不知道，不是这个老人告诉我，我根本就没有发现过。就自己成了习惯了。”跟在我周边人也没有人说我，还是这位老居士，那老居士大概有70多岁了，当然决定没有妄语，告诉我，所以真正契入经藏，改过自新，不再有这些妄语。言语要谨慎，不可以欺骗人，
菩萨的言语，一定叫众生得善利。啊，世尊，不开口则已，开口就是讲经啊，字字句句记录下来就是经典的。啊，这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不能不检点的。啊，口臭就说明你口业很重。这是第一种罪。第二种呢，善身远之，非人得便。每一个人，我们前面学过，人出生下来就有两个神跟着你，一个叫同生，一个叫同名，两个都是善神。啊，同生是女神。同名是男神，女神专门记录你的不善，男神呢是专门记你的善行。啊，将他这个记录啊报给天神，天神那里有档案。我们起心动念，我们看不到这两个神，两个神看到我们。啊，这个事情是真的是假的呢？我们相信古圣先贤，没有妄语。啊，纵然讲是，啊，他是不是方便用这些鬼神呢，劝我们断恶修善？啊，用这个做手段，我们冷静去思维，神圣神明教人，他有智慧，他有善巧方便，何必用这种手段呢？那如果没有这两种神，说出这两种神，那不就是妄语吗？妄语虽然是好的，好的，但是它是妄语，啊，那就不是最好的方法。啊，于是我们要肯定圣贤神明教化众生，决定不会用这个方法做手段。啊，就同释迦牟尼佛决定是要以理事去教别人信受奉行。如果有一句话是用这种假设，对他的伤害就大了。为什么呢？人家可以说，你既然有一句话是妄语，你一生所说的全是妄语。啊，圣贤君子不愿意做这个事情啊，佛菩萨会做这个事情吗？啊，《金刚经》上说得很好，如来是真语者。他讲的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实语者，啊，决定不是虚妄的。啊，如语者，如语是完全如事实真相。
他告诉我们事实真相，他不会加一点，也不会减一点，不增不减呢，叫如语。啊，不狂于者，不妄于者。这是取性于一切众生，取性于后世千年万世啊。那这一点，我们要向释迦牟尼佛学习。啊，没有接触佛法，无知。这个妄语天天挂在口里，学佛之后，终于搞清楚、搞明白了。要坚守如来教戒，不妄语。无戒根本大戒啊！前面四条叫性罪，不管你吃不吃戒，你犯了都有罪。末后一条叫遮罪啊，遮罪是你受戒你犯了就有罪，你没有受戒犯了没罪，那就是饮酒。啊，它不属于心罪。啊，佛为什么把饮酒这一条定得跟四种心罪一样重呢？把它列入重戒呢？原因我们要知道，饮酒没有罪呀，酒醉之后往往就造罪业。啊，前面杀盗淫妄，他就会走。为什么？他头脑迷惑了，不清楚了。啊，阿赖耶里面有这些卧系种子，外头有缘，他就起现行。原因在此地啊。所以佛教人不饮酒，是防止你犯罪。所以这条戒叫遮戒。啊，本身没有过失，但是你饮酒之后啊，你犯了其他的罪，这过失就重了。那善神远离你了，你造的口业造得重啊！啊，你看你在佛门里面，你受了三规。这经上讲得很清楚，真正受三规的人，就有36位护法神，日夜保护你。啊，非人是什么？冤亲债主、妖魔鬼怪，不敢接近你。你有护法神，五戒，你受一条戒，就有五位护戒神。那五戒都受了啊，你有25位护戒神，有36位护法神，日夜保护你。你不会遇到灾难了。啊，你是佛经上所说的善男子、善女人啊！啊，真正行善行善。啊，原本的过去今生的冤亲债主找在身上，他们都会远离。为什么呢？不再伤害你，让你好好的修行成就。啊，你成就，他们都沾光。为什么？这些都是你的有缘众生。啊，你成佛了，这佛家常讲啊，佛不渡无缘之人。这些人通通跟你是有缘众生，都是你度众生的对象啊！所以他希望你早一天成佛，早一天来度他，那不障碍你了。
如果你是假学佛，没其名为学佛，啊，戒律完全破了，护法神都走了，护戒神也走了，那你这些冤亲债主啊，都附在你身上找你麻烦了。他来报复你啊，他叫你身心不舒服。身心都在受苦，啊，身体有病苦，心里面有烦恼，有忧虑，有牵挂，身心不安，啊，这都是冤亲债主找的，啊，没有这些冤亲债主，哪有这种事情？这些小事都在日常生活当中几乎天天都不离开的。我们找不到原因，以为身体不好，去找医生检查没毛病，很正常。去找心理医生也没问题。不学佛不知道啊，学佛之后才晓得。啊，那我们要保持身心健康，修学一切都正常，怎么办呢？把自己真正修学的功德回向给他们分享，他们欢喜，就不障碍了。啊，你用清净心学佛，用清净心修行，啊，用清净心生活、处理日常事务、待人接物，啊，他们离开了。我们在道场，在讲堂，在念佛堂，看到多少在念佛的人，在听经的人，精神萎靡，不能振作。啊，看到他说疲劳，啊，表现了他很辛苦，他不快乐，啊，精神提不起来，那都是冤亲债主啊。我们了解这个事实真相，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去观察，哎，你就晓得哪些人冤亲债主很多，他活得很累，活得很辛苦。哎，哪些人冤亲债主少一点，他就很轻松，很活泼，不会看错啊。非人的变呐，啊，善神远离。这冤亲债主他就方便了，他就来找你了。这是第二种罪过。第三种罪过，虽有施语，人不信受。你虽然讲的是老实话、真话，别人不相信。啊，为什么不相信？因为你前科累累，你常常打妄语，啊，你说真话佛，别人也认为你是妄语，啊，不敢相信你，不敢接受你。啊，第四个，这第四种罪，智人谋议常不参与，
啊，这些有智慧的人聚会在一起，啊，他们在讨论问题，他们不要你参加。这什么原因？口业太重了。啊，别人也是对你没有信心。怕你参与之后，反而把事情破坏了。啊，所以不邀请你参与。第五，常被毁谤，丑恶之身周闻天下了。啊，你得的果报是经常被人批评，被人毁谤。啊，你的恶名，你的恶行。啊，许许多多人都知道啊。啊，这是罪，实在讲呢，也是在消罪业。啊，遇到这些情形。我们要记住古圣先贤教导我们，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啊，我们要非常认真反省，别人批评我的，回报我的，我有没有？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啊，要没有啊，那是冤枉，那是别人造谣生事也好，替我消业障，我也感谢他。如果有呢，那更应当感谢他，他提醒我，我能够改过自新。古人说得好啊，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呐！啊，这些人提醒我了，批评我，我确实有这个过失啊，赶紧要改。啊，那么对于批评我的人，回报我的人。没有怨恨心，反而有感恩之心。啊，让我的过失天天减少，我的善根天天增长，这好事情。第六种呢，人所不敬，虽有教敕，人不成用。这第六章的罪业就是别人对你不恭敬，啊，你有很好的教导教他了，他不听，啊，他不会照行，都是妄语的果报。啊，妄语里头包括两舌、绮语、恶口。佛在经上说的，《大智度论》引用这些。我们要认真学习，啊，为什么呢？
可能我们天天都在犯，自己完全没有感觉。啊，像这些教诲，世尊在《大小乘经论》里头常讲。啊，慈悲到极处，时时刻刻提醒我们呢。第七呢，常多忧愁。忧虑啊，我们一般人讲啊，心烦呐、啊，啊，烦心的事情太多，这个对于修行产生严重障碍，对于你的事业。也有相当的破坏力。啊，有同学跟我说，年轻的时候心比较清净，烦心的事情不多，头脑清醒，记忆力很好。啊，思考也很周到。啊，现在年岁大了，啊，也不过就是四五十岁呀。啊，每一天心里面事情很多，烦心的事情多，忧虑的事情多，人变得迟钝了，思考能力差了。啊，记忆力也不好，事情转眼就忘掉了。啊，如果说是常常想这些事情，心又不清净，那这怎么办呢？啊，他来问我，我叫他万缘放下。不处理事情，不要去想它。念佛啊，念佛第一啊，事情来的时候再去用心去处理事物。这是忘掉了呢？我说忘掉的时候，那你想起来你就把它写起来，贴在你桌上啊，离开桌子不想了。啊，坐在桌上看看有哪些事情，你在想，这也是个好办法了。啊，不要常常想，又怕忘掉，会真的会忘掉，会误事。啊，今天有哪些事，你一条一条的去写个小纸条放在桌上。啊，离开桌上就念阿弥陀佛，啥都不想。啊，回来坐在桌子上去看看哪些事情。按照先后顺序来处理。啊，一天到晚呢，都在想这些杂事，你就没有时间念佛了。最重要的这桩事情疏忽了，那还得了吗？第八，众毁谤业的因缘，这是对自己，不是对别人。你自己常常有口业，就种下你毁谤别人，或者是别人毁谤你。一因果报啊，自己承受啊，不是无缘无故来的。
第九，身坏命中，当堕地狱。这个地狱就是前面跟诸位提到过的八识地狱。那想到地狱苦，想到八识苦，就不能造口业。第十，若处为人，常被毁谤，地狱果报受满了，离开地狱到人间来，因为带着过去生中恶业的习气，所以常常会被别人毁谤。这个地方就特别要记住。遭遇别人毁谤，一定要认真反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对于毁谤我的人，没有怨恨，要有感恩的心。要有忏悔的心，要有改过的心。他是我们的逆增上缘。我们才会有成就啊。如果听到别人回报，心里很难过，就有怨恨，要怎样去报复，那就完了，麻烦大了。为什么呢？会造成冤冤相报，生生世世没完没了。佛菩萨常常教导我们：冤家宜解不宜结。冤一定把它解开，不要跟人结怨，你自己才能往生啊！你往生的时候不会有障碍啊。如果你不明了这个道理，听到别人冤枉你，你不服，你要去给他辩论，你要去讨回公道，这就结怨了，没有必要。别人的批评，别人的回报，完全接受，接受过来之后再反省，这对自己有好处。他讲的没错，我确实有这个过失，我不能怨恨他，我要感谢他，他提醒我，我改过自新。我的反省认为我没有这个过失，他冤枉我，很好。为什么呢？古人常说，吃亏是福啊。我被人误会，被人冤枉啊，这是消罪业。现前没有这个罪业，过去生中啊，可能有啊。那今天爆掉了，这好事情不是坏事情。应生感恩的心啊，欢欢喜喜的接受啊。那么由此可知，是非善恶、吉凶之报啊，都在自己一念之间。恶报可以转为善报，恶念可以变成善。
恶事可以变成好事，都在一念之间。啊，这一念是智慧，不是烦恼。啊，烦恼所造成的都叫罪孽，智慧所造成的全是福报。可见，妄语之恶业，广生过咎啊，十多地狱，甚莫轻忽。这几句话，念老加上来的。特别提醒我们，妄语不要小看了，它是很容易犯，一定要晓得，天天在累积。这个问题就严重了。啊，这一生的累积，那果报就是在地狱。啊，不要说其他的罪业，单单讲口业，这一生累积起来就足够堕地狱的了。啊，那再加上别的就更重了。所以要谨慎，不能把它看清，不能够疏忽。下面一句是正积善人，这一桩事在现前的社会多啊，古时候还有少啊，现在这个现象多啊，憎善憎恶，讨厌他，及时妒忌，啊，看见好人好事他看不惯，啊，厌恶嫉妒往往后面还要加伤害他，这个罪就更重了。啊，此下至尊贵自大了八句。啊，这里八句经文。经文上是憎忌善人，败坏贤名，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到这个地方，这个八句，古有二十，啊，古人有两种解释。啊，一者家乡书，憎忌善人，民恶口。啊，这就是批评善人。啊，说他的善是假善，是伪善，是欺骗众生，用这些话来批评。啊，或者说他别有用心，别有企图。啊，你们不要上当，让一些大众对这些善人善事起了怀疑。啊，把善人善事破坏，啊，败坏贤名，
妄语，倭寇妄语。这个罪业很重，要看这个善人善事的影响。他做的是好事，这桩好事对社会影响很大，他的罪就很大。影响的时间长远，那他的罪业就很远，啊，受罪的时间就很长。跟他将来得的果报完全相应的，啊，他这个好事是个人的，影响面就不大。如果他做的这桩好事是公益慈善事业，啊，是利益一个地方的，利益很多人的，他这个毁谤破坏的时候，他罪就重了。啊，这就是不是对他个人皆罪了，是对他影响的面与时间皆罪。他影响的面很大，影响的时间很长，那这种罪业的时候，多半都是地狱。叫无间地狱。所以佛教导菩萨了，菩萨遇到这些好人好事啊，要随喜功德。啊，随喜是全心全力帮助他成就他。他有多大的功德？随喜的人就有多大功德，是一样的，是平等的。这个道理要懂啊！随喜功德不可思议。啊，有利于地方，有利于国家社会。这一桩事情得利益的人很多，得利益的时间很长久，这个功德可就大了。倡导的是圣人，随喜的是贤人。啊，我们举个简单比喻来说，倡导的人，他将来果报是个国家领导人。那随喜的人呢，是这个朝代里面的大臣。都得功德。啊，把它破坏了，谁受到伤害啊？人民受到伤害，社会受到伤害，这个罪就重了。啊，罪是这样结的，不是对他个人结的，对他个人结的罪过就不大。啊，这种结罪结的就很重很重。不孝二亲，啊，为以做二亲，啊，我们这个《无量寿经》呢，是汇集本，啊，这个本子上是不孝父母，父母就是二亲，民作恶人。造孽，这是无逆罪呀，是罪过里头最重的罪业。啊，父母第一亲呢，不知道报恩，
违逆父母这个罪，在过去是天理不容。中国自古以来把这个罪是摆在第一等，叫一等罪。民国初年，抗战以前，我那个时候10岁，还有这么一个印象。中国刑法里头有一条叫侵权处分，亲就是父母亲，父母亲有权利处分你。你不孝顺父母，父母到衙门里面去告你，我这个儿子不孝父母，你们把他处死，立刻就执行，没有辩论的。这叫侵权处分。好像是在抗战前后吧，这一条法律就废除了。所以从前人不敢不孝父母，父母一告状真要命没有任何律师可以辩驳的，你父母不要你父母生你，父母养你，父母现在不要你，你没有权利做人了从前父母有这么大的权利实在讲这一条法律是应该有的，不应该废除的。有这一条法律，我相信纵然不孝，他要表现一个孝的样子，不敢太过分。到现在不但不孝，杀父杀母，时有所闻呐。这世界成什么世界？这才叫真正名副其实的世界大乱了。怎么造成的？还是教育。这教育出了问题朋友无信，民气不重对待朋友也是欺骗妄语变成人与人之间互相欺骗，这成什么世界？人堕落了，堕落的连畜生都不如，这个罪多重？尊贵自大，成其恶口；为己有道，成其良善。你看看，全都破了。这是家乡书里头讲的。那第二种呢？往昔他说的，
正积善人，败坏贤民。他说这是两舌之过，挑拨是非也。啊，妄加批评。啊，破坏好人好事，不孝二亲，轻慢师长，这口过，恶口之过。对待父母师长不恭敬，没有礼貌。啊，粗恶的言辞，让父母师长听到难过。朋友无信的，难得诚实，这是妄语之过。尊贵自大，未及有道，这其余之过。啊，两种说法不一样。稍异，盖言之不实，一口业中常居诸过，故未以祥分也。啊，往往一种口过里头，四种都有，都具足。啊，这个下面有一句，这特别提醒我们，说未及有道，若是未得圣道，说我得圣道，这是大妄语。这戒律里的有啊，大妄语这个罪业是堕地狱的。啊，虽是为破大妄语戒，所受罪报远过于其他口业。啊，大妄语的目的在哪里？欺骗众生，这个罪造的重啊，受欺骗的人很多啊。啊，你没有真的佛果，你说你是佛再来的啊，欺骗众生，众生以为是真的，都到这儿来拜你供养你啊，冒充佛菩萨的名，自己在这里贪图名闻利养，这个罪过无间地狱，进去很容易，出来就非常困难了。啊，那么现在这个社会里头，这样事情多啊。常有啊。啊，还有人自己在制造谣言啊，让别人相信呢他是佛菩萨再来的，这个罪过就太重了。那还有一种呢，是别人误会造谣生事。我就遇到啊，啊，很多年来就有人说我是什么佛什么菩萨再来的，你们看像不像啊？
不像啊，佛菩萨有智慧，我没有智慧。佛菩萨有神通，我没有神通。佛菩萨有福报，我没有福报。诸位从这些地方看，你就能看出来。真的是佛菩萨再来的话，这三样东西肯定是非常明显的。啊，大家都能看到的。啊，我学佛这么多年，啊，因为日积月累，有一点点小受用而已。啊，这个小受用里头，第一个，知道自己的过失，恶作。没学佛之前不知道啊，但是自己很幸运，因为没有福报没有学佛之前贫贱到极处啊，想作恶没有能力。啊，所以很多不善的事情，不是不做，是你没有钱，没有能力去做。啊，学佛之后，这供养多了，知道了，那是坏事，不能做。啊，都是好事情。啊，所以学佛才知道什么叫善，什么叫恶。啊，真正能生欢喜心啊！天天自己做的工作，想着一个目标。烦恼罪过啊，天天减轻；智慧功德呢，天天增长，我就什么都满足了。啊，这一生在这个世间所求的如是而已。啊，佛菩萨是我们向往的目标。啊，我们现在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怎样是成佛？放下起心动念是成佛，我没放下，我也是很想放下，他偏偏放不下。啊，放下分别执着是菩萨。这正是我们先前努力的方向啊，非常认真在学习啊，放下执着，放下分别啊，起心动念那个太难了，因为起心动念我们自己不知道，它太微细了。啊，弥勒菩萨所说的，一秒钟里面，起心动念1600兆次，我们怎么能发现它？
所以我们现在知识明了，很清楚地明白，我们处在不断之无这个当中。这个我们很清楚。知道自己处的境界是不断之无，所以放下分别执着就容易太多了。过去分别执着都不容易放下了啊，所以现在跟这个境界有少分相应，功夫比较得力了。这个境界也不相应，怎么修功夫都不得力啊，这我们自己有经验。啊，所以妄语就是言语不能不谨慎啊。中国老祖宗古圣先贤常说，口为祸福之门。这就教导我们不能不谨慎了。话说错了，灾难就来了。话说对了，福报现前。真是祸福之门。古德教导我们谨言慎行啊，言语要谨慎，行为要谨慎，行为是工作处事待人接物。底下说恒行为事，轻易于人啊，这两句话就是常言所说的恒行霸道，仗势欺人，这个大家好懂。狂妄自大的人啊，自己有权有势，很容易犯的啊，与人敬畏，于令大众俯首听命，唯我是从啊，共高我慢，不知惭愧，不自戒慎恐惧，难与降教化相符，故云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啊，这种状况在现今社会里头每一个行业里头都有。居于上位的，现在讲是领导，不管是大小，啊，你是个小领导，你底下有几个被你领导的人，啊，那你就要叫他们
俯首听命，唯我是从。听命的人就提拔他。提升他，不听命的人就排除他。就把他开除了。功高过慢了，自己知不知道？不知道。别人看得很清楚吧，也不会有人去劝告他。为什么呢？他不能接受，他只听好听的，只听赞叹，不接受批评。现在这种人多。所以菩萨住世，肯不肯批评人？不肯，决定不肯批评人。为什么呢？批评是给人结怨仇啊。菩萨不干这个傻事。佛在经典上教菩萨，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这佛教的，佛没有教菩萨在大庭广众当中去教训人、去批评人，没有，没这个教法的。佛菩萨希望社会和谐、安定。人人都能过幸福圆满的生活，不愿意看到社会动乱，不愿意看到众生造孽，这个地方，功高我慢。到难于教化降服这个四句，是现实社会的真相。为什么佛教衰了？没有人学。没有人讲，也没有人信，这佛教衰了。什么原因？没有人能听啊。想讲的人，没人听。想去行的人，没有人支持。你天天行，没有人赞叹你，只有人批评你，只有人指责你。在这个环境之下，怎么办？要不是真正有大善根、大福德，我们常说再来人，没有不被这个社会淘汰掉的。纵然是有大善根、大福德再来人，他能够撑几天？
三年五载就被社会同化了，口里头不再有伦理道德了。啊，年轻时候学了一点，到社会上这全用不上啊。啊，这个社会上用的是什么？杀盗淫妄、两食也其余，用的是这个。啊，他自己也晓得。但是看到每个人都用着，这是现代的时尚。那好像你不学你就落伍了。所以，拨乱反正。回归安定和谐，肯定啊，需要一段长时间。我们这一代不可能见到，啊，下一代也没法子见到。总的四代五代之后，看能不能恢复到像过去那样的安定和平。啊，原因在哪里呢？今天的人功高我慢，不知惭愧，自己心行不善。没有良心责备，禅是良心责备。愧是什么？愧是别人指责，感觉到难为情。现在这两个都没有了，惭愧没有啊，经上讲的这个四个字“不知惭愧”，这是今天世界普遍都存在的。他做坏事，你批评他，他根本就无所谓，甚至反过头来骂你，你的头脑不管用了，过时了。那是封建时代的，那是迷信啊！他批判批评你，那认为自己所作所为是先进的，啊，是正常的。你学了一些仁义道德是反常的，啊，学佛经上所说的是迷信的。一样一样把你挥霍掉。啊，不知戒惧，恐惧，戒生恐惧。啊，自己完全不知道。他不害怕。他意识里头没有轮回，没有因果啊，他认为人就是这一生，就这一世啊，怎样过得让自己痛快，尽情去享受，死了什么就没有了，是这么一个观念。
啊，这个就很难教化。啊，所以今天要想大家对古圣先贤教诲相信，只有一个办法，拿证据来给他看。他才相信啊，没有证据，他不相信啊。可是现前的证据很多啊，他看的怎么样？迷信，还是不相信。啊，在外国，催眠有不少人相信，在催眠的时候，他回到过去时，啊，过去一生，过去两世、三世，甚至于几十世的。啊，我们看的催眠报告，美国卫斯博士做的，有一个人催眠，曾经回到4000年前，问他住在哪里，他住在石洞里头，那时候没有房子，打猎为生。啊，过去世所借的这些冤亲债主，啊，就是眼前常常找麻烦的人。啊，才知道这个事情不是偶然的，有很深的因。社会大众不相信的还是占大多数，相信的少数。啊，在东方，西方也不例外。冤亲债主附身，叫附体。啊，借着被附体的这个人，透出信息。国内有很多啊，香港跟台湾不少啊，常常遇到啊。我到日本去讲经，问日本有没有，有，日本也很多。啊，有的人相信，有的人不相信。啊，就拿证据来，是确实把证据拿给你看了。啊，看到还不相信，半信半疑，啊，到最后否定他。这就是真正的难可相化了。啊，所以经常讲啊，不自残惧啊，难可相化。常怀娇慢啊，自己没有惭愧心，不怕人批评，干再坏的事情不怕人批评啊，都认为自己做的是对的，所以现在
是非颠倒了，善恶颠倒了，邪正颠倒了，这一颠倒才招来的灾难。自己一生的病苦居住环境的许许多多灾难，通通是因此而发生的。这个事情也只是少数人相信难得现在有一些少数的科学家他们相信都是一些知名的量子力学家在最新研究报告里面透出信息，告诉我们，意念有很大的能量，集体的意念，多数人的意念，能够改变物质现象。这个理论呢非常重要这个理论如果是真的，如果大家都能接受，都能肯定不怀疑，那么今天地球上许许多多的灾难就很容易化解。为什么呢？种种灾难是不善的意念变现出来，只要我们把不善的意念放下，我们提起正念，提起善念，提起净念，这地球上灾难就没有了。3000年前佛在经上是这么说的，中国古圣先贤对这桩事情说法跟佛经讲的相同，现在3000年之后这一批科学家在研究报告里头也是这么说法，我们才不会怀疑了。我没有看到科学家报告之前，我对这些问题不能不相信，也不敢完全相信。还有一些疑情在呀。看到科学报告之后，这些疑惑才断掉了，真的相信了。真相信首先用自己来做实验知道自己有冤亲债主附身，让我身体这个地方不舒服，那地方有病痛我明白了全心全力断恶修善，把断恶修善功德回向这些冤亲债主，他们就离开了，那我们身体就恢复正常。哪个地方不正常，哪个地方就冤亲债主在作祟，在报复报复有轻有重，
轻的你可以忍受，啊，重到不能忍受的时候，你就会觉悟。啊，难可降伏这一句，是今天整个世界各个族群古圣先贤教诲，在今天就遇到了困难，一般人不接受，这些人常怀骄慢。傲慢，佛法里常讲共高我慢。下面说慢之罪，彼之三毒。这个傲慢的罪呀、啊。跟贪嗔痴没有差别啊，所以贪嗔痴慢了，四毒啊！后面还有一个怀疑，不是普通怀疑，对圣贤的怀疑，对佛菩萨的怀疑。对古圣先贤的怀疑，不能相信，不能接受，啊，这对我们的伤害非常严重。对自己身心不利，多疑怀疑，一身的病痛，啊，对医疗怀疑，对药物怀疑，病就不能好。一天比一天严重啊，最后到死亡。你要问为什么死亡呢？怀疑而死亡，他没有信心。你看病人，如果这个病人有坚强的信心，他没有问题，他的病一定会好。为什么他不怀疑？啊，常常怀疑我的病会能不能好啊？能不能好的肯定要死，这拖日子。我们见到这些事实真相了。那疑惑对我们居住的环境问题更大，因为疑惑我们居住的这个大地松散了。大地本来是坚固的，因为怀疑松了，松了怎么样呢？容易沉下去。现在我们看到许许多多地方呢，大地突然陷下去了，啊，山倒下来了，滑坡倒下来了。地陷下去了，这什么原因？怀疑，信心失掉了，才会产生这个现象。这种现象古时候有，太少太少了。啊，在某个地区发生的，你就知道那个地区的人疑惑很重，没自信心。这个地方的居民自信心特强，不会有这个事情发生。
啊，所以贪嗔痴慢疑在这一品经里面称之为五毒啊。啊，这些均属思惑啊，就是你想错了。啊，见思烦恼里面的思惑啊，我见、边见、见取、戒取、戒取是见惑，你看错了，见惑是看错了，思惑是你想错了。啊，贪嗔痴慢疑是你想错了啊！我们再看下文，赖其前世福德盈护，前世修的有福，有福德。啊，银，经营的意思。啊，护呢是保护。这底下有解释，银居一切经营意，乃为保卫也。啊，这个营护就是保护的意思。啊，依赖前世你修福积德的保护。上述我人能恒行一世。啊，这些做卧的人呢，活得还不错啊。啊，地位还很高啊，拥有很多的财富啊，他天天作恶，好像没有报应啊，他自己也不相信有报应，这什么缘故呢？这些福都是他过去生中啊所配的，他还没有享完。啊，他所造的罪业，果报没有现前。为什么？他福报没享完。等到他福报享完之后，这些罪报就现前了。那个时候，后悔莫及。啊，所以他能够恒行一世，借由前世之福德作为护卫，但今世为卧，要福德尽灭，他的卧报在现前，他的福德还没有尽灭，他还在享福。啊，往昔云，今朝今已造恶，续善灭时，善神舍去，故今世造恶，此恶为痛啊！啊，我报现前的时候怎么样呢？或者是遭到病苦，或者是遭家财消耗了，啊，公司倒闭了，工作失去了，
啊，生活立刻受到威胁了，这都是苦报啊。啊，那么今世造恶，会把他续世的福报不见再往下降。我们一般人讲折福啊。啊，譬如福报，财富是福报。啊，他命里头有大财富，因为横行霸道，仗势欺人，啊，夺取别人的财富，以为自己很能干，有智慧，有权谋，啊，能害人，把别人的财富据为己有。这种人在社会上不少啊。啊，他所得到的，说实在话呢，还是他命中所有的。但是，打折扣了。啊，比如说，原本他命里财富有10000亿，因为横行霸道，他所得到的财富只有5000亿。他自己觉得很满足，不知道他命里头是10000亿，已经丢掉一半了。他不知道。啊，但是他还有5000亿，他还有的想头啊。他还继续在造罪业，每造一次罪业，伤害别人时，他就又损害一点，到最后通通损坏尽了，福报没有了，没有他的一生所造的罪报通通现前了。罪报现前到哪里去了？到地狱去了。这是有福没有智慧，享福不知道修福。只知道欺负别人呢，叫仗势欺人呢。啊，学佛的人清楚，看得非常清楚，非常明白，他的后果不堪设想啊，非常可怜呐。啊，你要看到他将来的果报，果报。啊，你就会生怜悯心、慈悲心。啊，太可怜了。你会原谅他。啊，他确实是无知啊。迷惑颠倒，造作的中业，啊，善神舍去，善神一舍去，寿命就到了。与生俱来的年会善神，同生同名，他要一舍去的时候，那寿命就完了。啊，那么今世造恶，此恶为痛，这是什么？你命还没终。你遭受到家破人亡，
病苦缠绕，叫何受罪也？那么这种罪，有长有短。我早年学佛了，在台湾遇到一个也是很有钱的大富长者，晚年的时候得老人痴呆症，很可怜，家里面人都不认识。啊，只认识一个儿媳妇，他第二个儿子媳妇很孝顺，照顾他，就认识他一个人。啊，其他的儿孙都不认识，一口气不断。有钱呢，三班护士，24小时看着他，看了十几年才死。你说受罪，人活着躺在床上不能动，什么都不知道啊，这样躺了十几年走了。啊，家里儿孙没有一个孝顺的，谁去照顾他？真叫孤苦伶仃啊。啊，我们那个时候虽学佛，对于经教没有深入啊，了解的不够啊，只是看到他可怜。啊，拥有那么多的财富，啊，怎么享受呢？就是三班护士，24小时照顾，他就享受着。啊，那钱用在这上面，他一个月要用多少钱？啊，每一天。吃东西没办法吃了，都是用打针营养注射进去。啊，居然拖了十几年。啊，离开之后，公司也就解体了。啊，儿孙多，大家分家了，就解体了。啊，这是我们亲眼看到的。以后读到佛经一对照，啊，经上讲的就是这些事情。静因素缘，续善灭尽，善神舍远，生无一已，多遭厄难。使其痛也。这个说法跟前面往昔说的啊静音说的是非常相似啊，意思都相同啊，过去生中修的一些善根功德会有享尽的时候啊，他带给你福报，福报是可以享得尽的。享尽之后，善神舍离了，你没有依靠了。啊，你所受的苦难的痛苦，啊，在这个时候确确实实，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他没死，他一口气没断。啊！但是他是个白痴，什么都不知道。连吃喝都不晓得。
啊，所以几个重点，一生嘱咐，几个重点给他注射什么？啊，护士照办。又其名籍，啊，名是他的名字，籍是什么呢？是计税的监督，啊，就像现在的档案，他造的那些罪业都记录在那里头，记在神明啊，为神明讲恶人的罪行。都记录在档案里头。啊，央求牵引。会所曰：无能他人牵过者，为父自业，自入我取。谁牵引你？没别人。啊，现在我们明白了，地狱哪来的？不是上天造的，不是天神造的，也不是鬼神造的，没有人造。地狱是自己罪业变现出来的，就像做梦一样。那我们想想，梦中的境界是谁造的？醒过来之后，冷静、细心。去想一想，这梦境从哪来的？没有来处，醒了之后也没有了，没有去处，不来不去啊。这境界不生不灭，没人造。完全是自作自受啊！自己的善业会造成美梦，恶业呢会造成噩梦。啊，善恶报应呢？我们可以从梦中找到答案。啊，那就是佛菩萨圣贤所说的自作自受。你要是怨天尤人，那叫罪上加罪呀！啊，那大错特错。啊，这后头这一句号啊，自入我取，是你自己恶业感得的我取，我取就是地狱。啊，入于何乎？啊，或是果大的果，叫火。啊，自入于月火，于火汤也。啊，这都是形容地狱的现象，啊，地狱的境界，月火烧死。
啊，或汤，把水烧开呀，烫死。哪些人干这个事情？我们看到杀生吃肉，这些动物的尸体是不是要给它煮熟？那就是火烫。你今天煮它，到地狱去自己煮自己。为什么？这业力嘛，变现出来的嘛。啊，变现出火汤地狱，你自己往里头投身。啊，你跳到里面去。啊，地狱里一片火海，你往里面去奔驰。摧破，摧毁破碎也。神仙、精神与形体，经言疏曰：“恶业所牵，鬼神摄入，将入恶道，受苦尽分。”故曰：“苦集。”啊，你到地狱，你看到地狱里面的境界。啊，地狱里面有牛头马面，有这些恶鬼。啊，他来治你的罪。那些恶鬼从哪来的？都是自己业力变现出来的。与外面呢毫不相关呐，全是自己业力变的啊！乃至于你在地狱里面见到阎罗王、见到鬼王，那些通通是自己业力变现的啊！你晚上睡觉做梦。梦到佛菩萨，梦到阿弥陀佛，也是自心变现的。有说你天天念佛，天天想佛，做梦也佛就现前。天天造罪业，造杀盗淫妄，做梦的时候就梦到地狱，梦到鬼王。啊，这是自己变现的。佛说得好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又说心外无法，法外无心，所有一切法全是自心变现出来的。自心能生能现能变，诸法是所生所现所变，讲得多清楚，多明白啊。啊，搞懂了，搞明白了，我们自己把心修好了，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啊，万法唯心。啊，心要善良，心要好，对人、对事、对物，一片真心，一片爱心。啊，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今天就学到这里。